把那块给我看一下，这什么价？6000，雕花嘛。是开口就是6000块钱，500，爬得远。900，不行。能不能漏一个给我？不过千。那东西哪有不过千啊？这么多棉，冬最好的基本上都有里棉，冰桶都有棉。加100块钱，1000块钱。哎呀，给我吧。算了算了，给你给你。下次你直接跟我说就1000块钱，那我们就不用在这里讲来讲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就不耽误你做别的生意了呀。来，扫码给你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好。买什么大毛病？这什么价？这个5000。你要给的是真物。4000。再砍一刀，给你谈价钱。3800。3800，600，这么高高高的给了。你怎么看是600的货？1000块钱，收摊价。连线连线连线，哎，我要收摊。我真的是再高高的给你，你说1200块钱。不行就算了，我都看你收摊，我都想让你赚点钱来着，你还不乐意。那你也赚钱，赚了很多钱。哪里赚钱？扫码给你，扫码给你。赚不说了啊！哇，老板，你这一看好几栋别墅的出头了吧？没多少了。看就来头不少啊！这什么账？那个4000。4000，我跟你爸。冰屋机啊。冰屋机嘛，你也要看料子啊，这么小一块。刚好够一个排水料嘛。200。怎么可能？你开玩笑，那么。这料子这么小嘛？你要看料子嘛？差得远。你这么多料子，你根本就不缺这一块，对不对？漏一个给我嘛。那一块都有本钱的。你有本钱嘛？你这么多料子，切这么小块给我，350。不行的。不行，那你说多少才行？800。刚刚你就跟我说的是800。你那个价格太低了，450，不行，不行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能看到就这个价格，刚好可以做个牌子。给我妈，给我妈，真的是别看了，当放个漏给我妈。要收摊了吗，老板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准备收摊了。开张了没？卖了一点点。准备收摊了，这给你再来一单，这个什么价？1800嘛。300块吧，边角料。怎么老是这样打我啊？那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子吗？300块，不卖不卖。老是说不卖，每次来你都不卖，最后你还不是漏给我了？那你说个你能卖的价格？我也不说什么了啊，980我不说了。580，卖不了。给你加了200。哎呀，我都说了。说了哎呀，妈，你就36卖给我好不好？666，给你再开一单嘛。让给你收单了，谢谢老板，我又来啦。你好你好，看一下喜欢什么？看中一个，这什么价格？这个2800。不要开口就过千，过千给我叫，能不能不过千我们谈一下？400。那个价卖不了。好久没来照顾你了，你不是应该给我放个漏吗？我们都是赚一些工钱。最低多少钱嘛？老朋友了嘛，1500吧。耗子是可以的，再少一点嘛。真的很漏了，1000吧，好吧，真数了。这样不说了，我600块钱带走。卖不了啊。哎呀，漏一个给我嘛。你就一下。今天只有600块钱了，没有办法，本来也可以再给你加一点的，好不好？行吧行吧，开个账。谢谢。这个能不能50块钱都给我，老板？你有没有50块钱给我？多少钱嘛？多少钱？1000。我给你出50，你就给我来1000。这一看就是100多块钱的东西，你要1000块钱。1000是收摊价。看你这个面，你再看你这两边，这里一条捏，这里一条捏，我拿回去怎么弄呀？这个纯粹哪怕拿去压珠子，一个路路通都能卖30-40块钱。那我拿回去，我觉得能做一个小东西出来，小东西出来，我可能也就卖个100多块钱。你那个价格太低了，那你这1000块钱也太高了。600，150，600，160，10块10块给你加。600块，66大顺，老铁666。拿回去不好弄啊，你这个尿子啊！200块，好了，不说了。200个亏了。给我啦，200块钱可以啦。来来来来来，卖完收摊。